上世纪、21世纪一切都在数字化。 SVN 创世纪 Space Venture Net 创立于2011年，总部位于澳大利亚，公司主要业务是赌场中介和线上博彩，公司业务遍布东南亚，利用大数据在区块链创造新的一个世纪。 SVN 创世纪积极利用科技与互联网使人们改观，让大家一起进步，共同创造科技价值。 SVN 创世纪成为一个能够创造价值得到认可的平台，创造新的科技未来。大数据时代，21世纪为科技推动的市场，互联网巨头纷纷出手，许多互联网巨头都在近年对博彩业蠢蠢欲动。大数据与人工智能，大数据配合人工智能在线上博彩创造新时代搭配。因为大数据，全球博彩业每年的赌注营业额高达1000亿美元。博彩业是全球唯一不受经济波动影响的行业，也是牵动着全球经济体系之一的行业。区块链通过去中心化账本取代中心机构认证资产所有权，多个机构共同运作和检验，以防止欺诈和人为操控，文字居中就行了。有了大数据，创世纪的下一步就是研发自己的区块链，发行专区块链的去中心化，让数据得以透明化以及高安全性。一系列的合作计划以配合创世纪的加密币发行。除了发行以外，创世纪会实行应用，使七星币 Sidecoin 得以流通。有了流通，价值自然呈现，再创更大价值。除了对接赌场线上博彩，还对接许多商家，使七星币得以流通，创造价值。区块链线上博弈，博彩业是创世纪区块链实现应用的平台。区块链线上商店、线上购物已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消费习惯。即全球创富良机，加密货币啊平台。创世纪势必成为群众走向共赢共富的平台。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，就看您给不给自己机会。最大的幸运是什么？生逢其时。每个人的人生需要一次成功， This one time 可以让这个世界为你共振。不可错过的致富商机，携手 SBN 你我共创伟业。创世纪。